了，师傅，你不是常说一个人知错能改要走心吗？咱们这对牛弹琴。臭小子，你别跑，我回来。好了，每次见面就吵吵吵，治病救人要做到问心无愧。你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，吃点东西吧。成人，我不希望你走师父的这条老路，他希望你好好活着，我们应该也算他新的希望了。只有人静下来了，才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，能做什么。人这一辈子，不要有遗憾就好。只有惩罚将领，我才不会留下遗憾。画师来了，今天画师手里拿的不是笔，而是把刀啊。然后我听说你这个画师跟别的画师不太一样，你画的不是人也不是物件，你画的是心，是吧？真是可笑，你真觉得你能靠猜测来划清世间罪案，靠直觉画透人心善恶和这世间乾坤吗？啊，哎，那你现在画一下我好不好？你看看我现在在想什么。我现在在想，你在想什么？你现在一定在想，你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，你已经走投无路了，是不是要走一下你师父的老路？所以，你现在一定想杀了我，对不对？带着刀来了，你一定想杀了我。你可以杀了我，我包你有百倍的快感。这种快感比任何毒、任何药管用。你师父就是爱上了这种快感。你要不要走走他的老路？啊？杀了我可以，哎，现在杀我呀！我就说你不敢杀我，你师父都杀不了我，你怎么能杀得了我啊？你未来的日子，也就是
看着我自由自在的逍遥法外，你连鬼都做不了，你怎么在这个鬼市一样的人间活下去？来，动手吧。不要！你不是要杀人吗？来杀我呀！来呀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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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